虎扑11月21日讯，早些时候，弗雷德在接受曼联官网采访时表示，球队需要改善主场表现，让梦剧场成为敌人不敢来犯之地。他说道，我们有很多比赛，但最棒的是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团队，我们需要每个人的努力，双引号，这是拥有一个团队最好的事情，我们能够互相帮助，因为肯定会有伤病、碰撞和麻烦，双引号，连续取得比赛胜利是我们的目标，我们知道我们的优势，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做什么，就像我说的，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团队，我们希望在这个时期取得一连串的胜利，双引号，很难解释为什么我们在主场的表现没有那么好，我们的目标是改善主场表现，因为老特拉福德需要成为一座堡垒，他需要成为一个对手不敢来的地方，双引号，在保持球的传导方面，我们需要有耐心，在球上保持冷静，等待关键时刻做出致命的传球，双引号，如果你试着冲，试着跑得太快，那么它可能不会起作用，所以没有必要仓促行事，我们知道如何移动球，我们需要耐心，正确的选择时机，双引号。